WBSC 世界棒垒球总会为了协助亚洲地区棒垒球运动发展，近期积极的拜访亚洲地区。日前，协会副会长布莱恩·米利迪莅临台湾期间，也专程前往南投县议会拜访亚洲垒球总会会长、副议长潘一圈，与县体育会理事长罗于新分享许多国外棒垒球运动发展的宝贵经验。今天真欢喜哦，由咱世界棒球总会咱的副会长吼，今日嘞来伫台湾吼，顺道来伫咱南投县嘞，来甲咱这垒球甲棒球一挂只要推行的运动吼，来再甲咱做关心吼，很感谢我们的副会长的到来，嘛提供了真好美国训练的啦吼，美国咧执行他们的职棒的一些赛事吼，互咱有意见吼，我嘛会吸收到伊真好意见吼，来台湾的，来咱南投县吼，来推行咱的棒垒球吼，互咱的棒垒球伫咱南投县吼，更加的发光发热。亚洲垒球总会会长、副议长潘一圈诚挚的欢迎 WBSC 世界棒垒球总会副会长布莱恩·米利迪的莅临，并特别分享经验，也期待透过此次的交流，能够让南投县甚至是全台的棒垒球运动发展带来更大的提升。记者卢玉凯，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。